度很高。中间是有个缓流区的，那它会怎么缓流区？那桥墩的关系。都要速冻，那算荒郊，算很汉溪。哇，这个棚架出。小天堂嘛，那边是柳，精彩万分。刺激的钓点，很刺激哦！这辈子可能只有来一次。这边应该是直接飘钓就可以了。水太浅，
所以他们眼睛都怪怪的。小眼很多，小眼太多。那下去就死一个。断线，你直接拖走了。票组全部被他送。啊，大致上是阿福了，送钓组送他了。下次这边应该也不会再来了，环境不太好，蚊子很多。好了，你看，蚊子小也很多。好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